祭衣令乃上古先祖所定，你说废就废，难道你想让你的父王忤逆先祖吗？医术之道确有奇效，在座的诸位，你们不是都亲眼见证过吗？还请诸位为了陈渊的声名大计着想，劝劝厉王跟王后吧。这帮老东西还真靠不住。此次只是追究罪首，并不株连从犯。若是各位硬是要袒护朝风的话，就要怪本宫不顾同朝的情分了。厉王，妾身的头风就是夜檀公主妙手治好的，妾身可以作证。你们母子一丘之貉，岂能作数？伽罗罗，夜檀公主恢复伽罗罗容貌，恩同再造。你敢忤逆祖母？王后早已加入皇族，如今伽罗罗才是蛇族祖母。厉王，我蛇族愿替公主作保，请您废除禁衣令。厉王，吴师长，你也。您知道臣受头风之症，折磨千年，痛苦不堪。夜檀公主的药吗？确实好用的很啊。就是啊，确实我们也要用了。对呀，请厉王废除禁衣令。请厉王废除禁衣令。放正。既然诸位认为医术有效，那便姑且一试吧。王英明。